身皮幼，拥有亮眼外形、开朗个性，但他的兴趣爱好是玩重型机车，这样的反差魅力让他吸引了超过2800万粉丝。日前他透过社群更新了工作近况，惊喜揭晓自己即将与女神 Angelababy 见面。他在出发前就表示希望能和 Baby 牵到手，而两人见面打招呼时更是直接十指交扣，皮幼还获得了 Angelababy 的亲笔签名，对于拍照要求也通通答应，让皮幼兴奋的就像小粉丝一样。两人合体的影片曝光后引来大批网友惊呼，演艺圈女神和抖音女神竟然合体了，有不少粉丝表示 Baby 真的太美了，而且一直以为皮幼很瘦，没想 Baby 比她更瘦，女明星和网红的差距真的好大。Bye.